海神的先发球员，包含了 Brickman， 另外还有布萨斯、余承安、亚历山大以及胡龙茂，6-3。简单的掩护之后绕过来，篮底下布萨斯抓到这轻松的进攻篮板摆进。霍尔，哇，也放枪，已经距离篮筐这么近了。这是在洗进攻篮板的数据了。篮球偏掉，前面这边空了，李承安把球给摆进。那现在林秉胜上来，所以等于跟哥哥同场，给到霍尔。找人传，而直接传到 Brickman 手上，还剩3秒左右，前面龙茂把球直接摆进。刚才 Brickman 把球抄走，但是放枪，哇，又要差点失误，还是失误了。比较混乱的一段时间，再给到霍尔一次弥补。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中锋拖车进攻。对，这个拖车跟进暴扣之后，也让中信特工这边请求了暂停。第一节林秉胜得了10分，出手被点到，防了。面对韩杰龙带经典的抛投爬进去，是他的防守上的这样的一个意识，其实有些时候会让对手，我并没有当比赛的第一个三分球在第二节。45度角持球给到库萨斯，要硬打进去。这个场上身材现在看起来就是海神这边有优势。李焕雅出手空心命中，李传并没有给进去，再给到湖顶林仁宏，这个空档也必须投进，拿得很干净。李传出手有了2分差，库萨斯让中信没有一个只能控球的情况下，我就知道让他们自己更多的盘球。海神成功的一波防守，前面完全没有人守于幻雅，换到了篮筐另外一侧，反手勾进。中信特工请求暂停。虽然在地篮板，再回到吴龙茂这边给的漂亮，给到库萨斯，篮筐很痛，现在还在晃。哇，两个人爬在一块。又失误了，直接把胡龙茂撞倒。哇，这个胡龙茂的激情。现在中信特工只得了7分，库萨斯握有绝对制空权，准备来个2+1。再度以失误收场，给到拖车过来的胡龙茂再分球。教练说到，其实在整个内线的一个冲场来讲，他有非常好的一个意识。韦家豪给到林秉胜，前面空掉一条龙，啊！这个球被霍尔给挡下来，来了追魂锅。地板球给到余焕雅，胡龙茂换到另外一侧，这一次他把握了。觉得他们在整个半场戏。上次篮底下，这些景象啊，没法躲啊。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高低会的搭配。所以他们现在要解决的，可能是他们在整个半场得分的干旱。1分10秒左右结束这场比赛，17分的分差。李焕雅，朱文儒第二个三分球 ，Brickman 掉给了库萨斯。但是，他最后高手全场没进。